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。有位网友在折纸王子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留言，说想学一下罗伯特朗的兰花，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。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，上面这一面将会是外面，上下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。展开，这个横线左侧这个点，沿这个点把这个部分往上折，这个边对齐横线的右侧这个点，不断的调整，使这个边对齐这个点，然后压出折痕，只要压右侧这一半，折痕压到这个斜折痕这里。这个小角往里折，与指数线对齐。展开，这个也展开。然后这一侧也一样，横线右侧这个点，从这个点以这个点为轴，把这个部分往上折，使这个边对齐左侧的这个点，不断的调整，然后压出左侧这一半的折痕，压到这里，这个小角往里折，展开，放下来，然后上面也一样，我们上下旋转一下，这样操作，以这个点为轴，把这个部分往里折，这个边对齐右侧的点，压出右侧这一段折痕，展开，然后这个小角往里折，展开，放下来，这一侧也一样，以这个点为轴，把这个部分往里折，这个边对齐左侧这个点，压出左侧这一半的折痕，展开，这个小角忘了折，把这个小角往里折，展开，然后翻到背面，这样翻，我们看这个斜线，这个交叉点，把这个交叉点折向上面的这个交叉点，对齐，然后右侧这里正好这个斜线从这里开始压出折痕，折痕压到这个斜线这里，展开，然后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点折向这个点，左侧正好是这个斜线下面这里，压出折痕，压到这个折痕这里，展开，上面也一样，上下旋转一下，把这个斜线的这个交叉点折向这个点，看一下右侧这里正好是这个斜线下面这里，压出折痕，折痕压到这个斜线这里，展开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交叉点折向这个交叉点，左侧这里有一点误差，应该正好是这个斜线这里，折痕压出
左侧这一段压到这里，展开。接下来看这个交叉点，这个交叉点与这个交叉点之间的连线压出折痕，我们只要把这两个角对折就好了，这两个角对齐，这里压出折痕，压到这个斜线与这个斜线之间的这一段，展开，然后另外两个角对折，对齐，压出中间这一段的折痕，从这个斜线到这个斜线这里，展开。接下来继续看横线的这个点，以这个点与这个斜线这个点这两个点之间的连线，把这个小角往里折，然后剩下的角都一样。从中间横线的点与下面的斜线的点把角往里折，上面的部分我们上下旋转一下，这角也一样。接下来需要把它收到一起，看一下这个过程。这两条线撑起来，往里收。处理一下这个部分，把这个角撑起来。中间的这个线捏起来，形成这样，左右两侧往里收，中间的部分放到一侧，背面也处理一下，这个线捏起来，这个顶点连这两个点连成的线往上折，左右两侧按照折痕把它收好，中间的部分梳理起来，翻到一侧，接下来左侧这个角，从这个点与直竖线下面的点这两个点之间的连线，把这个角往里折一下，再沿直竖线把它往里折，展开，展开，按照折痕翻折进里面去，把这里撑开，按照折痕翻进去，再沿里面的这个折痕往外翻，收好，形成这样，把这个部分翻到左侧一下，右侧用同样的方法操作，把这个小角往里折一下，再沿直竖线把它往回折，展开，展开，按照两次的折痕做翻折，第一次翻进去，第二次翻出来，然后翻到背面，这一面同样的操作，这个角往里折，沿直竖线往回折，展开，从中间撑开，按照两次折痕翻折进里面，再翻折外面，
变成这样。这个部分乱了，我把它调好。把这个部分翻到左侧一下，右侧用同样的方法处理。好，这段视频我们先到这里，后面的过程请看下一段视频。更多视频请关注折纸王子，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